宋主任，不好意思，又来了。宋主任这段时间有多迷茫，红姐。哎呀，就这四个畜生这事儿，这不现在愁死我了呢。<笑>真够你操的。哎，这谁呀、啊？这不就那四个畜生的司机孙乔五吗？他怎么没被抓进去啊？你问他。<笑>当时吧，还没轮到我呢，那女孩就进医院了。<笑>你他妈，你们干职业人事儿吗？ 四个道了，你都抢那个小女孩，在江湖上面你懂不懂规矩啊？畜生一样，早就说你了啊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，把车开好，没事就跟着那四个畜生屁股后边舔盘子，出事了吧？那以前跟着领导他们吃香的喝辣的，挺好，运气好了吧，还能捡几个领导玩剩下的，哪成想这次出意外了？哎呀，郑总。 这事还在求您呀、啊，把这个意料之外给他变成情理之中啊！宋主任，这个事情已经从轮奸改成强奸，强奸改成嫖宿了，你还让我怎么改？那是。难道你让我改成四个道爷们和一个四二岁小女孩谈恋爱吗？那么扯淡吗？这个事情呢，已经很感激您了。早就听说你郑总在咱们这片儿。 是远近闻名、最牛的打捞队队长，当之无愧，当之无愧啊！在俺们村呢，都知道你正经您，正经倒谈不上，正义感还是有点儿。<笑>这件事情啊，非常棘手，全国都知道，民愤极大，影响特别恶劣，下面都不敢担责任。这回郑总，这四个畜生已经很感激您。 这次过来呢，主要就是为了感谢你一下，这点小小薄礼。不成，宋主任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学放假了？嗯，放假了。哦，我等一下要跟朋友出去玩，给钱。多少钱？给钱太事儿了，你给我卡吧。 想个礼花啊！谢谢哥。哎，又有人来找你办事儿啊？是啊。这次又是什么事？就那曾经用你的事儿。这种事你也帮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。不然你的学费生活费从哪里来？再学学，好好学习啊！别跟那些不当不正的来往。那当然，我才不跟他们做朋友呢。 一到周末，我们上门口就停了好多好车，都是来这有同学的。有这样的开车是什么人吗？哎，就那种人。那种也叫人吗？你说呢？能做出这种事情的，一定禽兽不如。真漂亮！你想什么呢？这个是我清单的人。这个畜生，趁我们又犯了吗？啊，都改不了吃屎。 走走走，别在这给我丢人！哎，郑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王爷，王爷，走走走。